忘一干净，忘一干净，全忘后脑勺去了。哎呦，姐姐，忘一干净，对不起，姐姐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上哪儿去了？我没上哪儿去。不说实话是吧？没，我上大领导他们家了。那也不用去一天一夜呀。他病了呀，又煲汤又熬药的，我容易吗？我这都一天一宿没睡了，真的，都不行了。哎，你等等。啊。凡做大事的人啊，你得有股气势，对不对？这个你得稳，明白吗？尤其在这个音调的拿捏上要准，对不对啊？说不说呀？没完没了，没劲劲儿的，跟我非得求你似的。不要动情绪，不就是你找于海棠，于海棠把你撅回来了，不就这么点事儿吗？那是你错了。你就不应该暴露我们的目的。要不说这女的都傻呢，这就是傻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一招制敌的方法是有的。知道我卖关子，快！什么招？剩下的话就只能咱俩知道，绝密。不行。秦京如也得知道，说心里话，你这妹妹人真不怎么样，农村的就是农村的，哪有纯豆腐提溜不起来啊？说事儿吧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你就不能去攻于海棠，你得从许大茂那儿入手，二老。你着什么急呀？不就等一个月吗？你早说呀！害得我这着急劲儿了，这是着急的事儿吗？你不给我炒个菜去呀？我这干拉没瞧见呢。等着。哎呀，你说我什